前天就有地震了，那小孩子想说还在外面比较安全，结果想说那是余震，一开始以为是余震，然后结果就越来越大，然后才往外跑，可是那就大到没有办法站的，真的没有办法站的，那只能就是震到跌倒的。这是我们玉里百年老庙玉里斜天宫啊，这一次的大地震啊有众神的保佑啊，我们玉里斜天宫内部是完好，哦，完全没有损失。啊，我们这个广场就是有一些推挤哈，有一些膨胀，还有一些龟裂，哦，啊，算起来啊，我们关圣帝君呐，啊，住镇在这里有保佑，啊，也祈求了哈，啊，我们众神明的保佑，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平平安安。